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超小厨。刚刚在市场来买了5斤螺蛳，我们今天回去炒个辣炒田螺。田螺洗干净后，给它放点油养一会儿，我们等会儿再炒。再炒个酱油蛋炒饭，香辣田螺下蛋炒饭，我也是第一次。